过去的。我对，你看我指的那边。我先走，我让位置给他们坐，我没有什么讲。我说不要不要，别别担心。然后你看那客人在跟我说话，旁边的客人，嗯，他说就是你的咖啡店 ，you have your own rules， 要不说的。来来来来来来，看到了看到了，嗯，我也懵逼了。看吧，有，录到了，录到了吗？对。